那上次我们去逛新庄夜市买的啊。这个很99块，很便宜。小红书小妹吗？对。它很好笑，就这样滚很快哈。在这里的时候很好笑。那这个还要玩吗？我们再5分钟就上去楼上喽。我妈妈要等你回来。那个是什么？不是那个了。